历代志上第八章，便雅敏的长子比拉，次子亚实别，三子亚哈拉，四子挪哈，五子拉法。比拉的儿子是亚大、基拉、亚比弗、亚比舒、乃曼、亚何亚、基拉、士夫信、户兰。以弗的儿子作加巴居民的族长，被掳到马拿辖。以弗的儿子乃曼、亚希亚、基拉也被掳去。基拉生乌撒、亚希弗、沙哈连休他二妻户身和巴拉之后，在摩押地生了儿子。他与妻赫德同房，生了约巴、洗比雅、米沙、马拉干、耶乌斯、沙加、米马。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。他的妻户身给他生的儿子有亚比特、以利巴力。以利巴力的儿子是希伯、米山、沙麦。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。又有比利亚和士马、士亚亚伦居民的族长，是驱逐加特人的。亚希约、沙撒、耶利末、西巴蒂亚、亚拉德、亚德、米加勒、伊斯巴、约克都是比利亚的儿子。西巴蒂亚、米舒兰、希西基、希伯、伊斯米莱、伊斯利亚、约巴都是以利巴力的儿子。雅金、细基利、撒底、以利乃、洗勒泰、以列、亚泰雅、比拉雅、新拉都是士妹的儿子。伊斯班、希伯、以列、亚伯顿、细基利、哈南、哈拿尼雅、以兰、安陀提雅、伊弗底雅、皮鲁伊勒都是沙撒的儿子。山士来、士哈利、亚他利雅、雅利西、以利亚、细基利都是耶罗罕的儿子。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，住在耶路撒冷。在基片住的有基片的父亲耶利，他的妻名叫玛加，他长子是亚伯顿，他又生苏尔、基士、巴力、拿达、基多、亚希约、撒加、米基罗。米基罗生士米暗，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。尼尔生基士，基士生素罗，素罗生约拿丹、麦基舒亚、亚比拿达、伊斯巴力。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力巴力，米力巴力生米加，米加的儿子是皮敦、米勒、他利亚、亚哈斯。亚哈斯生耶何亚达，耶何亚达生亚拉灭、亚斯马威、心利。心利生摩撒，摩撒生比尼亚，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，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色，亚色有六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、波基路、以实玛利、士亚利亚、俄巴底亚、哈南，这都是亚色的儿子。亚色兄弟以切的长子是乌兰，次子耶乌斯，三子是以利法列。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是弓箭手，他们有许多的子孙，共150名，都是便雅悯人。